每到了这个节日，就有一股想要结婚的冲动，好想要嫁个好人家。你问我是什么节日吗？那就是万圣节 Halloween。好了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其实是由居民游戏推出的新仙剑，现在要推出新的资料片《万圣婚宴》啦。在游戏中，终于能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开放结婚系统，而且还可以双修哦。竟然这么重口味，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双修宝宝。在仙剑奇侠传中，让玩家感触良多的，除了主角玄幻精彩的际遇外，还有一对对官配间屡经波折又不悔的真爱情缘。为了弥补单机版仙剑带来的遗憾，新仙剑推出的全新资料片中，开放人气玩法结婚系统，只要异性好友大于30级，亲密度达到999，就可以进行结婚喽。而夫妻打坐也会有特别的效果。结婚后情侣间双修会有专属的动作和特效，让结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证明，也能真正在游戏中和另一半修成正果。而在万圣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游戏中苏州城内将会焕然一新，南宫皇也将在这里向温慧求婚。各位玩家只要在游戏内帮两人传达心意，就可以获得两人的谢礼哦。想要体验新资料片完整内容的玩家们，赶快上新仙剑去看个究竟吧。